hits me, I feel like shit on my own. Listen, I'm sorry, I blew up your phone. Are you free next week? I'm hella alone. Was it me? Was it you? Was there some kind of undertone? Flashing lights, big old city. Like it do, like it do. In this hotel room, tied up hair in my underwear with your t-shirt on and my makeup on. I wanna stay with you. 我们就在国内也可以买的土豆吗？手上拎的不是所有东西。没吃过，可以。没是吧？咱没吃过这种，叫什么来着？
这个龙凤，需要你们在弹幕里打出它的名字。龙凤果，来，这个蛇屁股其实也好吃。龙凤果怎么能才能确认它没坏？好大的牛油果哎，好大的牛油果，几块？牛油果真的够我吃一天的耶，但是我在这儿带不回国算了。嗯，那还有没有别的呀？地瓜瓜地方了，木瓜，看看呀，香蕉，怎么确定他们这香蕉就是好不好吃嘞？都是青的，那其实他们这青的香蕉也是就这么吃的吗？但它有一串是黄的，那个是另外一个品种吧？给他吗 ？Hello。啊，哦，那行，哦，算是行吧。要不要香蕉啊？你去啥玩意儿？走遍泰国。这个，这是什么呀？那个草苗，麦芽，那个青汁的那个东西，是对身体超好。就拿回去榨汁，真的对身体超好。青汁的那种就是这个，就真的对身体贼好。我之前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喝这个青汁，里面放上什么苹果啊、梨啊什么东西，加在一起就很牛逼。这个回国之后自己种的。这个玩意儿好不太好种吧？这玩意儿要是那么好种的话，它也不就那么贵了。看今天能不能满这一车。当然可以。买满就算了吧，真的。老师，话别说太满了，这才刚开始。哎，他们这里的人烤火，我们就不在这儿烤火了，用打火机烤着了。都是没有烤的。但是感觉这个红薯很好吃，咋火了？你等它烤熟，得等啥时候？咱到家都没烤熟，回国了都没烤熟。哦，你看，黄皮里面这个，就是那个皮的那个，就是那个。这火龙果很甜，昨天在市场上买的火龙果，白的火龙果，你看就那个白色火龙果，那个应该是就是红皮的白心火龙果，这个是黄皮的白心火龙果，让我回去尝一下它好不好吃。还有芒果，但感觉它这个芒果很好哎。我们是大草里面被虎趴着了，吓死了！火腿才吓一跳吧？姐，你别碰，你别碰，你别碰！哦啊不，那个苍蝇就伏在，就站在这儿，飞了。苍蝇应该也吓飞了吧？呀，苍蝇也吓到了。看好那边票了，哎，这个，哎，是这个，来都来了，带我们小的那吃贵的，像这些速冻的咱也吃不了吧？吃不了，没有锅。那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锅的？好吃的耶！刚才我还说晚上什么都不吃了。变化，现在跟天气没有关系了，现在空气。还有辣椒哎，太正了，好不好吃啊？这种是不是就是那种营养均衡的那种？这个牛肉应该不错吧？就是那个辣牛肉片，就这个辣辣的那种。辣牛肉片要不要？它有个爱心。刚刚说这个嘛，有菜有肉的这个。哎，牛肉片要不要来一个嘛？啊，牛肉片。想吃就来呀。这个这应该是泰国产的。嗯，看哪个团的呗。这个牛肉片要不要来一个？来一个吧。牛肉片要看着茶，喝着我手里的茶。我记得以前我来泰国的时候，有一种茶蛮好喝的耶。是这种啊？是各种混合水果的这种。雪蜜茶好喝的，但是看到它我就会想买。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吃那个什么东西，这个薄荷巧克力啊，那不是很好吃。杏仁，我一次能把一盒就吃了。就每次就看到什么东西就想吃，但其实可能也不会吃。以前有一阵减肥啊。这个牌子是泡的巧克力，每个味道都买一个，然后一次能吃，就能吃一把。减肥的时候，嗯，就越不能吃越想吃的那种欲望，你知道吗？就
减肥人是一个都懂，就感觉吃完这顿没下顿。就我刚刚拿那个绿的就蛮好吃，没有杏仁，它每一块都有杏仁。买个自行车。谢谢老师。我先说一下，这一车不全都是我的东西，但是这个车有两层，一层，这里面应该只有三分之一是我的东西，因为之前这个大玩意全都是我买的。不好意思，那个是我的，这个很好吃。这也是本人的。人买这么买，这什么呀？就那个酸辣酱。这些人啊，以为在家附近超市逛街呢，有酱辣椒油。这是很务实的，腊梅肉买了八包，你的那个胡椒粉买了几个？几个？胡椒粉买了六个。